嚟到致富點評嘅環節，喺電話旁邊咧接通咗有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 ，Nanas 早晨。系啊，早晨 Apple。早晨啊，见到港股今朝嘅气氛咧转为好翻少少啊，同重磅股腾讯啊，咁我都终于可以止跌啦。嚟紧啊，腾讯应该点样部署啊？系啊，咁啊，腾讯呢边我哋觉得就都即系个随住个股价即系喺。月中啦吓，出咗业绩之后咧，基本上就日都跌，咁啊连跌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日噶啦吓，咁啊即系其实第一件事咧，我谂就其实个业绩咧我哋觉得系即系符合预期，其实中间都有亮点嘅吓，咁所以变咗即系出完业绩之后有一个比较深度调整，咁啊出业绩前就373蚊收市价啊嘛。咁啊，落到去尋日穿一穿320蚊咧，咁基本上累跌嘅幅度都唔細嘅啦。咁中間其實跌咗有超過50蚊，咁即係差唔多有13-15% 咁嘅幅度。咁所以現階段咧，我哋覺得即係無論你話係即係可以考慮作一啲短線博反彈啦，或者一啲即係中期性啲一啲吸納嘅部署啊，咁我哋覺得都可以考慮嘅。咁正如頭先提到啦，其實即係第一季嗰、那個業績咧，其實騰訊我哋覺得就都唔錯。咁啊，其一就係嗰、那個遊戲嗰方面嗰個收入咧，咁啊先前就比較擔心啲嚇，咁但係隨住話一啲版號開始慢慢嘅，即係陸陸續續開始有個審批出嚟啊，咁其實你見到嗰個遊戲業務咧就叫做穩定翻，咁但係當然啦，你話咁大間嘅一個互聯網公司，我哋亦都唔係淨係睇遊戲業務嘅，咁先前即係譬如話王者榮耀啊。咁出嚟，其實對嗰個遊戲嘅收入去到一個高峰啊！咁其實你話再突破咧，就即係我諗，除非你話仲有新嘅一隻嘅王者榮耀出嚟嘅啫。咁但係你話有一個再大嘅突破，我諗暫時機會唔係太大。咁但係比較好啲就話收遊戲嘅收入咧已經叫做穩定到先。咁反而其他方面，譬如話金融科技啊。企業服務嗰邊個佈局咧，我哋見到已經係一定嘅成效噶啦，因為你見到個收入嗰方面個增長咧，其實有44%，咁啊，其實亦都達到有218億人民幣，咁其實亦都見到產業互聯網嗰個轉型咧係比較良好，咁所以其實先前大家比較擔心就遊戲嗰方面嘅收入好似唔係好得喎，咁而家叫做穩定翻，亦都見到其他方面嘅收入有一個突破點，有個亮點咧，其實個業績嗰方面或者嚟緊嗰個基本因素，我哋覺得都相對嚟講係比較良好。好，所以呢段時間建議大家對騰訊都可以留意啦。好啊，咁如果可以咧，就係重新去關注翻嘅時候，啲價位上嘅操作又可以點睇啊？係啊，咁即係頭先提到啦，就其實譬如你話一啲中長線吸納嘅一個部署，或者你話一啲短線博反彈咧，其實即係呢個時間我哋覺得都可以考慮一下嘅。咁啊，尤其是今日收市之後，就 MSCI 就增加納入 A 股個權重比重啊嘛。咁啊，收市前咧，因為可能有啲攤薄效應咧，其實排除騰訊嗰邊個股價可能都會壓一壓添。咁所以即係我諗盡量都係即係後低吸納先啦。咁譬如你話300蚊樓下，我哋個330蚊樓下咧，330蚊樓下其實吸納咧，我哋覺得都可以嘅。短線博反彈就因為市場氣氛都未好轉得好緊要啊。咁如果短線博反彈就唔好睇得太高住，就345蚊至到350蚊。咁啊，中長線其實你話逐步低位吸納，中長線持有都可以嘅。咁但如果你話整體嚟講，即係無論你話短線博反彈好，或者中線吸納咧，其實止蝕位都可以定喺300蚊。Nanas 自己本身有冇揸住騰訊呢只股份啊？我冇持有嘅。唔該曬你嘅分析。不過提翻大家，頭先嘉賓所講嘅只係一個個人意見，並唔構成任何嘅投資建議或者推介。做所有投資都衡量自己可以承受嘅相關風險。